妈，你买的啥子？接哪个嘛？接小凤。你居然喊他来了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？开玩笑，我喊他过来耍还是？哎呀！早知道他来了，我今天我也不来了噻。你不是不来了？啊妈，你来了好尴尬哦。啥子尴尬？你真是把他喊进来，我都不好意思的了。有啥子不好意思嘛？你跟外人闹架都要这个。我们吵架吵得不可开交，我真的是不想理他了。啥子不想理他啦？姊妹家。他就是哪个在这边吗？哥，龙龙哥哥在这边呢，你还不晓得啊？你硬是，他就将就他过来看哈他哥哥噻，耍一下噻，你硬是。但是今天好凑巧嘛。好凑巧，就将就你龙龙哥哥他们又耍那些，将就过来喊他耍一下噻。你硬是跟外人吵架都要和好。Thank you.